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艾琳行将造型的创办人艾琳玲玲。今天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团队。大家可以在这个页面里面看到，往下滑的时候，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是连续五年的金钟奖指定造型团队。好，到这个页面呢，你可以看到我们有许多的老师。那我们的老师呢，都是怎么样做审核通过才加入我们的呢？主要呢，是因为我们跟国际整体造型协会合作，这个协会呢，就会认证，然后颁发一些证书，然后通过考核的造型师们才会加入到艾琳行将造型，所以你在这个页面才会看到他们。所以这个协会呢，会有分不同级的考试，那通过每一级的考试，它可以接到不同的任务，所以我们都已经帮大家严格把关过咯。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页面点进去啊，就可以了解我们的老师的一些资历以及作品等等。那你可以再往下滑，可以了解说，我们有接过哪一些明星艺人啊等等，或者是你可以到我们这个页面上面呢，有一个广告造型，点进去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看到说，我们除了新娘秘书以外，还接了哪一些的造型活动，或者是演艺明星等等。好，你可以看到我们近期接了 Foodpanda 的广告。好，大家都已经知道了，比如说日立人气啊，或者像是 Mini Cooper 啊，汽车的一些广告代言。而且我们也是连续六年在马祖的就是跨年演唱会帮艺人化妆。然后你可以想到的，比如说广告造型啊，卖口红的、卖衣服的，或者是卖高级饰品的，都需要模特，也就是说需要我们的造型服务啦。那像是我们也接了非常多企业以及像是银行单位的一些大型活动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知道说我们到底接了哪一些服务的话，你可以在这个广告造型里面点进来，然后可以浏览这边有很多页，你就可以了解说我们到底都接了哪一些服务哦。